这是犯法的嘛？你怎么可以绑他呢？你说不绑他跑了？哦，这几天吼，那个家甲绑哦，可能拢伫咧这顶面层的呀，你啊，啊，可怜哦。这哦，涉及虐待，我们是可以报警处理的哦。对，当初是你们要我这样做的，怎么现在又怪我做不对了啊？你去提烧水好不好？顺顺叫你爸爸来。哦，好，我来准备。哎呀，对不起。司官长，归不起。归不起。哎，刚说的清气啊！会啦会啦，你加煮几摆啊，应该是会动啦。帮我装点粥啦。哦好。哎，只要变味就好，要加料吗？啊，唔免啦。哦，还有几天没有吃物件啊，越清淡越好。好。哦，又果是苏瓜钓你所有。哎，对啦。好。好。哎。冰冰的，这个东西好酷酷哎，很瘦哈、哦，小时候很可爱吧？暗乎乎的。笑脸就像个包子一样，白白糯糯的，任谁看了都想咬一口。造化弄人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喝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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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。精神这么歹哦！哦，规暗无睏哦，都是在烦恼受比好的代志啦。伊应该吼是真快乐，对吧？你看伊，逐天伫夜市啊内底替人客安尼走动，若是讲趁钱，伊根本也毋知影钱要安怎用啊。啊，你讲嘛是有影啦。啊，伊虽然是啥物拢无。要不过，伊要求嘛无济啊。想我想了，想过复杂，对吧？
啊，每一个 case 拢真歹处理，啊，哥，你搁坚持一定爱甲做好，好，哎，我倒啦，你倒忍耐。这都是生活，有的人打拼，有的人自在，有的人却是无能为力。这是咱的城市，城市因为人所起，为着人存在。也毋过，住伫遮的人呢，日子敢有过了搁较好？好家在素皮河所在的城市，遮的人拢会当善待他人，拢愿意伸出手去救迄个囡仔。转化也无能为力，侯爷也当安住在这个城市，如常的生活。苏皮河，有人在找你哦！苏皮河，有人找你！苏皮河，有人找你！人现准备结婚吗？你想哪会安尼问啦？无啦，都今仔日看到阮同学结婚啦，嗯，才会想想。就是各取所需呗。我拿到打工的资格，他和老伯啊拿到我付的钱。他是退伍老兵。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而且八十几岁了呢，本来就要去申请那个低收入户的补助了呢。哎，可是就是因为他跟你结婚啊，所以那个资格就被撤销了。哎，周女士，你千万不要把锅甩在我身上哦。上个礼拜哈，我女儿去参加婚礼，啊，回来哈，她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要结婚？啊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。想建立一个家嘛？啊，福利制度为什么要这样设计？因为它就是以家为计算单位哦。啊，彼此互相帮助、互相扶持，这是家的基本精神啊。就是这样。你说的这个道理我懂，可是我现在的家吧。我也相信，我也相信，在你的心里的那份爱，仍然在大陆的那个家里啦。啊，在这里，你跟这个陌生人成立了另外一个家，我不管他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啦。啊，道义上，你是不是应该负一点责任哈？查某的算是有良心的。若是这个良民真正要甲您申请补助，你嘛是有一个当给伊啊。若是讲吼，敢有需要这么麻烦，搁了这么侪精神去甲人催出来？这个哦，都叫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啦。啊，你若得到好处，当然要付出代价啊。我是安尼看啦。我是感觉讲吼，这两个一定有因果关系。那让农民伯伯得到无好的结果吼，安尼就无够圆满啊。所以吼，咱就爱在因两个中间制造出一个圆，安尼就圆满啊。都参像吼，顶届我讲的，迄两只手去予火的烧伤，啊，两只手拢揪起来，迄个吴女士啊。我家己角度顶当看卖，到这呢，真棒啊！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安尼就好吼。